准备入手辅食锅的宝宝们集合啦！这是一款陶瓷锅，无涂层无伤害，利用陶瓷微压焖煮，煮食物也会快一些。丹麦陶瓷耐高温，不挑灶具，电磁炉、电陶炉、明火燃气灶通通都能用，双排气口，煮粥煮汤不易锅。我给宝宝做辅食已经用过一段时间了，基本没啥变化，宝宝的不粘锅，妈妈们的首选。